大家好啊，今天来看一下权志龙啊，之前做过一期的，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快3年了，再来看一下吧，从不同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它的发展吧，88年8月18号啊，出生在韩国首尔，来看一下，还是先看一下命格吧，乙木生在申月秋天，啊，这种组合，比较简单啊，天干透。正财正官，财官组合，而且地支有通根。通常来说，这种第一出身不会太差，就家境还可以啊，至少是一个中产以上了啊。也就是原生家庭的话呢，比较不错啊。其实从他的这个天庭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啊，就是额头嘛，看父母宫嘛，比较饱满有力哈。好，还是以命格分析为主了。因为之前都讲过的，大致说先说一下吧，他是已经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人生啊，肯定是，以这个演艺事业为主了那适不适合呢？肯定适合的啊，唱歌嘛，因为是以金为主嘛，月令是金，金主声音啊，就根生啊，命里带有这个文昌星，文昌星本来就代表一种创作力所以他。这种歌手一般来讲可以为原创歌手，就创作型的歌手，不仅仅是说唱歌怎么样唱跳，可以自己制作或者作曲也好，作词也好，都比较有利一些就相对于说他的职业嘛。同时呢，命里带有孤城星，孤城一般来讲为感情的符号如果普通人的话，就是属于晚婚了也正常，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职业，这样的一个。就是从事这个演员、歌手这个行业晚，也正常也符合这个社会规律然后整体来看巳火得力因为坐下巳火，它能够抵挡住这些官杀的一个侵扰。一般来讲，这种坐下的为夫妻宫嘛，给它可以理解为就是女朋友或者说未来的妻子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所交往的女友都不会太差，这个太差指的是什么呢？不会说闹得不可开交，有的人分手就是你就搞得鸡犬不宁这个肯定不会一般来讲相处，就算是分手了，也算是和平分手，也不会过多的这个伤害，因为他坐下，他能够抵挡住这个侵害这么一个意思，而且财星嘛，财神官，可以是一种正格的组合，就是相生的嘛，就不会受女性的连累因为女性怎么样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尤其是公众人物嘛，在中国更加明显一些动不动这个身边的人爆什么黑料这个至少在他女友这方面应该不会有现在应该也是没结婚吧，那不管了，反正从命格角度来说。第一是晚的，第二呢，这个肯定是以事业为主嘛，因为官也代表是个人的事业嘛。那现在走的是癸亥运，癸亥代表的是这个印嘛，印代表就是工作可以理解为他的演艺事业。从15年开始吧，一直以来，都还可以，但是不利的是这个情感嘛，四害冲这个也正常最多只是多谈几次恋爱了，或者说聚少离多从这个。从不一样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吧。从脸型来看，他这个脸型属于油脂脸吧，也所谓的鹅蛋脸类似于这种近视吧，鹅蛋脸那这种脸型的话呢，好的一面可以理解为自信，就是以把自己的这个不会看清自己这也正常你说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如果说还是缺乏自信，那也不行有自信有活力。但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是以土嘛，土为中央土，代表自我。太过于自我的话呢，又是这个生字脸，就是额头和这个下体，也就是下巴这个呢比较窄一些。那这种情况会发生，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太过于看重自己，看重当下普通的人的话就很容易这个怎么放纵自己。比如说沉迷于什么酒色
动不动酗酒啊，就是一些不良的嗜好容易出现，就容易有一些这种不良嗜好吧，沉迷于某一个方面啊，当然肯定是不好的一种习惯了，过多的喝酒，过多的怎么样就放纵自己，这种人就比较多一点嘛，尤其是娱乐圈更加明显。自我膨胀一些，再加上这种脸性的加持，不过也好的一面的他的这个两个颧骨不错，拱位，而且是往中间拱的。颧骨的话，可以理解，一般来讲这种受欢迎粉丝多就这种那粉丝多的话，往中间靠，那就以他为中心了，那当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再加上这种脸性的加持，就刚才所讲的。太过于放纵自己了所以就要小心谨慎或者说要更加的这个修身养性吧。不过可能这个韩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约束不应该这个儒家或者说这个整个东亚估计也差不多不管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估计也差不多就是道德标准可能也差不多，只相对应这个没有那么的这个算了，不来讲。反正从脸型来说的话，很容易放纵自己处理得好就可以。刚才讲沉迷于什么什么方面比如说处理得好就是，我专心的在这种歌曲创作呀，或者说个人的演艺生涯，也可以专心致志的去做。就我专心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好嘛。那如果说做的一些事情是，不被别人所认可的，那可能就容易出问题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一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得看个人的这一种修行了。看大运走向还可以癸亥嘛，可能早些年要差一点。为什么？因为早些年的话是上庭比较窄，也就是思想不够成熟，容易放纵嘛。所以也就是27岁之前容易刚才所讲的一些不好的嗜好容易出现。27岁之后，就肯定是现阶段嘛，就现阶段反而更好。按常理来说，韩国都是那种这个。就是偶像时间比较短然后能入参军入伍可能毕业不能说毕业退伍之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人气就下降了通常来讲，因为韩国的这个体制决定的嘛，但是他应该这个就不会就是他应该是退伍了吧？我记得是因为之前19年测过一次，我记得是18或者19年他是入伍的，或者说他们服兵役吧也叫做这服兵役怎么样呢？可以，因为18、19年刚好是冲他的这个夫妻宫，而且是巳火一冲，麻烦事不断，就应该去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所以应该在19年吧，我记得，这个服兵役的，我记得是这个这个处理其实挺好的，那么往后呢，没问题这个事业发展，23年，2023年癸卯，今年差点，今年三刑嘛，今年是最糟糕的虽然。已经过去一大半了，但是今年是最糟糕的要么一个是在春天，一个在秋天，就当下这时间，22年比较糟糕，23年这个可以癸卯，24年甲辰，所以恋爱的话或者婚姻的话，就算已经有了这个女朋友，也不可能马上就结婚，癸卯，所以事业发展没有任何问题，25年乙巳，应该在25年结婚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吧，但不管怎么样，婚姻不会太差，能够对自身有一定的帮助。正财正官的组合嘛，肯定能够得到对方的助力，就是女性的加持。好吧，就讲到这里吧，希望他顺利吧。